在1996年发售的赛车游戏 Death Rally 曾经获得玩家的好评，之后2009年推出的免费的 Windows 版本，到现在 Death Rally 将要登陆到 iOS 平台了。有别于马里奥赛车的可爱风格， Death Rally 表现的是硬派写实风，赛车可以装备武器以及进行改造，在比赛进行当中对其他的竞争对手攻击，让玩家可以获得更好的名次，赚取奖金来强化自己的赛车。而官方透露 iOS 的版本将会不仅仅只是移植而已，还会追加以往所没有的新要素哦。